在拉脱维亚，就是等一下就要离开拉脱维亚了，而且往立陶宛。我们在这个旁边有一家超市，然后买到了一个，据说是来这儿必吃的面包脆片。我们现在来开箱这个好不好吃？我来开箱了。我们刚刚在里面还买了一些东西啊，这个酒的那个巧克力，然后还有一个鱼罐头。这鱼罐头看起来好像蛮厉害，因为他们这边靠近海边，那个鱼都好便宜。好，这样。你切一个，蒜味很重。嗯，好吃。真的好吃。哦，都是蒜味。嗯，好吃啊。哦，真的好吃。贵多少钱啊？两欧多。两欧多，忘记两欧多多少。嗯，好吃。嗯、哦，可以。